妹妹哪年呢？河南哦，没想到这个叔叔张嘴问妹妹哪年呢？是不是第一个嘉宾怎么问啊？倒不是，妹妹不怕，妹妹还不到二十呢，零一是吧？到二十了没有？二十一了，哎呦，虚岁二十一，嗯，天天上网课，上网课呢？表演课的网课，网课，跟体育课的网课，真的，表演体育。我教你弹吉他呗。哦，唱一唱。